五官开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又来玩了。你来我来呀！不再结束了。你来我来。你来吧。这一关有带费。偷菜的。是偷菜僵尸。啊，这个简单，那就交给你呗。这个。我这只有十元钞票。不是偷菜僵尸。你又说错了，我这食人花应该种前面的。我记得这个关我在手机上打过。又来啦，又来啦。又来，哇！铁桶僵尸，再来一群宝库。忍不住画个。来耶！好险！来了，又来了，钢桶来了。没事。吃的呢？没事，来吃饭去。吃完了也不饿死了。把欧环打在公屏上，出来了。我感觉像真的，哎。堆满了，快撞！先来一个保护。哎呦，真是的！偷菜的！偷菜的，完消灭一个花盆，又来个啥？哎呦，还挺能耐嘛！哎呦，爽！死来收集了，气死了！花盆摔了，然后又来，一炸完就来。哎，完了！随心所欲。你们都得要死。他死啊，就死一个啊。哎呦！被两口吃掉，只能一口。完了！大半快来！全烂，都是浪费了。都怪
那个偷东西的僵尸。感觉他偷嘛。来上面两个僵尸。炸弹不要用。不过是纸，鞋子要是那个。这个是。哎呀！我要拼命。爬过来，两个都爬过来，换回来，又来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他下来为啥叫一声呢？跟皮皮叫一下，是吧？跟那毛毛皮皮。到底是毛毛还是皮皮？哎，完了。哎呦！我感觉直接把他们直接给炸掉就行。又来，每次都是下来直接叫一声。哎呦，这个多了，这个多了。请观众朋友们把多打在公屏上。哎呀，我有两个了。哎呦，就算有炸弹也不能浪费。哎呀，满了还不炸，堆满了。我终于炸好了。保护了呀，下次来吧。哦，这个多，这够犯我。哎，炸了两个，又来了，这回炸了，上面三个，哎呦，啊，这有个铁桶，我控制你，怎么还控制不了呢？快送吧！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！呀！求你了，给我点这个炸弹吧！平板，欧魂打在公屏上，哎，啊，这也不意外，这也不意外。直接通通吃掉！哎呦！这么多！哎呦！你吃饭了吗？我看你。我不怕，一会儿输了。还是这个呢？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冲来了！冲过来！哎呦！我控制了，剩了三个，抓死他就完事了。在故事当中小点去，没事，偷就偷吧。哇，也得要炸，这个炸了可好，别炸了，真心厉害。哎，这回没得劲了吧，这回下面来四个五个，没事，炸就完事了，下面杀
哎，还没种上，花盆该拉了。吃饭了，完了。我们还有光明。对。我们还有光明。好，下次再见。哎呦。